新闻首先，我们来关心的话题是台中捷运在日前发生一死10伤的重大事故，而相关的紧急应变流程也被外界质疑。中捷公司现在是对外宣布，将会研议来增设月台的紧急按钮，还有智慧型障碍物的辨识装置，同时会改进3项的紧急应变 SOP。 有学者对于检讨改进的行为是给予肯定的，但强调重点是应该要放在如何落实。 随车员站在第一节车厢的车头，双眼紧盯前方轨道状况，完全不敢松懈。台中捷运绿线10号发生一死10伤重大事故后，除了肇事建商新复发遭到重罚调查，中捷公司也遭质疑应变 SOP 有问题，相关人员的训练和应变能力不足。 虽前代理董事长林良泰第一时间强调 SOP 没有问题，但中捷公司14号再度道歉，并强调已经检讨改进应变 SOP。未来主要还是针对警讯这一块了哦。当发生警讯的时候，怎么样能够让可能的一个来源涵盖面更广一点？譬如说，去连接到可能的一些外污入侵之类的问题。 中捷表示，将研议增设月台紧急按钮与智慧型障碍物辨识装置，也已改进3项紧急应变 SOP， 包括月台人员的足险手势标准化及强化，随车员只要看到足险手势就需紧急停车。另外，月台人员或随车员一发现异状，要依新流程防止列车离站。 而随车人员的手动操作面板钥匙也已改为独立吊挂在包包外侧，缩减使用钥匙的时间。对于中捷的检讨改进， 交通学者给予肯定，但建议必须落实。可能要把这些 SOP 要执行、负责执行的人员，他的教育训练必须要能够加强。侦测的部分啊，如果能够更优化，我相信以后对于我们将来如果会造成碰撞风险的障碍物，不管它在什么位置啊，我们都可以及时侦测出来。李克松表示，中捷改进相关 SOP， 就表示确实以往没有想到会有这次的意外状况。 而除了大型外物入侵，对于其他特殊状况，像是气候异常、如强风、强震等等，建议中捷也都应该先检讨现行应变流程是否足以因应，若有不足，就要立刻修正，才能防范未然。记者邱子培、王龙涛台中报道。